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 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九百六十四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请听明慧教的，文章题目是。 建议更多的制作和发放疫情特刊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。前几天，我想针对疫情给几位常人朋友讲真相，就请同修帮助打印了几本疫情特刊《瘟疫有眼》A 三版。做好后，同修通知我说：“快来拿吧，这次做的真好，封面很吸引人。” 里面内容和排版设计也好，很带劲儿，我看了都想去发。当我拿到手时，的确感觉眼前一亮，和一本正规的期刊没什么两样了。所不同的是，从中透着大法救读世人的能量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听一位同修说，现在他们资料点和周围联系的同修，主要就是在制作和发放这个疫情特刊。 因为这一期讲疫情真相讲的很全面，内容非常丰富，常人也愿意接受。我想，随着往后天象变化越来越明显，这样贴近现实、贴近人们聚焦话题的真相内容，会越来越吸引人。听做文字专业的同修反映，疫情特刊变得越来越好了，内容好，语言也有很大改进，逻辑清晰也很全面，整体给人的感觉面目一新。 所以我建议有条件的资料点和同修多做一些疫情特刊、瘟疫有眼，尤其是 A 三版。前一阵我们当地由于小区封闭，进到小区和居民楼里发这项资料受到限制，要期刊的同修不多，大家散发传单式的周报、四合一小册子、护身符卡片等比较多。但是写党两会之后，很多小区放宽松了。 有学员开始向资料点要《疫情特刊：瘟疫有眼》的 A 三版。大家意识到，毕竟这本期刊讲故事文字多一些，加上新闻图片，能把问题说清楚，讲真相的力度更大、更深入。趁着现在不少地区疫情平缓，应该多多散发，抓紧时间抢救更多的世人。有的常人以前做过三退，明白真相了，可是。 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显现出末节的纷纷乱象，习党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，在海内外散布谎言，煽动仇恨，封锁真实信息，使很多人又糊涂了，也跟着骂美国，称赞中共抗疫做得好。只有大法弟子的真相文章能把乱象讲清楚，同时也有海内外的正义人士及政府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面目。 这个天灭中共的大事也应该让世人及时了解到。疫情特刊这类期刊可以起到不断揭穿谎言、使世人清醒过来的作用。个人体会，即使在大面积发放有难度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发给身边的熟人。每个同学身边都有常人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、家人等，可以面对面直接送给他们真相期刊，一般都不会拒绝。 有的人还很喜欢看，只要他看进去了，心就会变。他们就是活传媒，会帮助我们传播真相，这个能量也是不小的。况且疫情严重时，很多人封闭在家里，会产生焦躁、恐慌、抑郁等情绪。平时忙忙碌碌，看不进去真相资料，这时也许就想安静的阅读点东西了，就能看进去了。真相就像一股清泉。 对他的心灵是最好的洗涤和抚慰，能给他希望。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一位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，交谈了一会儿。同修送给他一本《天地苍生》的疫情特刊《欺骗与救度》，和一份疫情周报第四期。这位男士接过真相资料的第一句就问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胜利呀、啊？” 看来他以前了解过真相，对中共的邪恶，对大法有了比较正面的看法。接着，这位男士给了同修自己的名片，原来他是中央党校系统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。世人的觉醒也在鼓励我们，应该做得更好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次向内找的经历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五日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向内找、挖执着、踏踏实实的实修，修炼渐入不动心的平稳状态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明白，我原来以前的向内找都是未死的。一天早上。 家人管教孩子中态度不太好，我虽然没有动心生气，却还是想要告诫他，希望他能改变说话的态度。其实自己非要说服对方，不就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吗？就算表面态度挺好，但是想要强加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自己有心，对方就会感受到那种不纯的物质。 又如何能听进去我的话呢？而且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，会给别人带来痛苦，所以这一关我过得并不好。虽然表面没有跟他发生矛盾，自己也没有动心难受。紧接着下一关马上就来了，我和家人准备去买菜，一起上了车。我还在跟同修打着电话，车开出去一小段，我挂断了电话。 想起来应该先去银行，而他走的路线正好相反，我就告诉他我要先去银行，他一下子就发火了，说是因为我打电话忘记了提前告诉他该去的地方，造成他还要改变路线，埋怨我总是忘记提前安排。看着他生气的样子，我刚想解释，就闭上了嘴，心想这次一定要过好这一关。 坚决不还嘴，守住心性。接下来他又继续数落我，我就想，这说明我还有不合格的地方，不然他为什么还说呢？我最近一直告诫自己，只要是别人对自己不好，就一定是自己的不好。然后我就开始站在他的角度想：是啊，如果是我开车。 也希望别人一开始就能告诉我要去的目的地，不然已经开出去一段了，还要调转车头，多麻烦啊！这个时候，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道歉，并说下次一定提前告诉他。下了车，走在路上，突然想起师傅在《精进要旨》“何为忍”中的一句话：“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。” 这一句法理在我这个层次再次得到升华，我体悟到，不仅在刚一入修炼门时就首先要做到忍，在继续往更高层次前行的过关中，同样需要忍，而且这个忍是升华的。虽然基本能做到不动心的忍，那并不是忍的最高境界，要想继续往高层次修炼，同样需要忍。 就是必须做到忍的心甘情愿，忍的心服口服，不做半句解释才算到位。现在师傅对我的要求是要做到为他的忍。紧接着，一股说不出的能量进入体内，师傅把慈悲的感受赐予了我。那个时候，感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贵，慈悲的泪水滚落下来。 紧接着，我感到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喜悦绽放。师傅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拿走了，那种敞亮、舒胜让我真想时间能够停住，让这一刻成为永恒。我发现，虽然当天第一关我也做到了不动心，但是并没有这种升华的感受。 而师父在第二次，我真正做到了为他的向内找，才赐予我这么大的奖赏，让我感受到慈悲的境界。我悟到，之前我看上去的向内找不动心，原来都是为私的啊！觉得自己不能掉层次，觉得自己努力做到不动心了，好像自己就是做到了向内找。而如今，我深深的知道。 这样的向内找是不合格的，师傅也给我打过来意念，让我记住为他的向内找才算合格。我体悟，只有真正站在对方角度为别人着想的向内找，才是真正的向内找，才能走出思，修出善，修出慈悲啊！怪不得家人同修在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是诚心的向内找。 并跟他交流自己如何深挖自己执着心的时候，他竟然跟我说：“你没有真正的向内找。”现在想想，这不是师傅在用他的嘴点化我吗？我还不悟啊！而这次我并没有跟他讲我如何向内找的过程，问他我这次做到向内找了吗？他竟然满意的说：“这回你向内找了。” 然后他也跟我说，很多人遇到矛盾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，而是想到对方给自己制造了矛盾，是让自己增加容量，使得自己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修过来，真正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，从而真正改变自己。那么，同样的矛盾还会反复出现。我这才明白。 原来修了这么长时间，觉得自己一直在向内找，深挖自己的执着心，好像还挺实修的。其实根本不合格啊！经历了这一次的向内找，我知道了，这将成为我修炼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次修炼的突破，虽然观看上去不大，可我紧紧抓住了这次修炼的机会，终于明白了。 我所体悟到的相内找的实质，而这将让我明明白白地完成从为私到为他的思维转变，进而达到真正慈悲的境界。而只有真正修出慈悲，才更有力量救度更多的众生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家属的转变谈运用法律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四，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，三界一切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，为这法而造就的，也就是说，三界的一切形式，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。 其中当然包括现在的法律，当然也包括人类存在的其他形式。这一切既然是法造的，为什么不能在证实法中为大法所用呢？能，但是我们选正的，选好的，选能起正面作用的。一次，我们当地的四名同修遭到了绑架，在对家属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发现适当的运用法律。 也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。同修 S 被绑架后，有一对夫妻同修去看望 S 的家人，被 S 的丈夫推出了门外，并且让同修再也不要到他家去。同修没有动心，即使被赶出来，也还是去看望他们。考虑到过年的时候家属的心情会比较难过，因此过年时同修也会买些礼品。 前去探望，最后感动了家属，并解开了家属的心结，使他们明白了真相，而且也同意了为同修聘请律师。后来，我们拿着控告书和法律条文去给同修 S 的丈夫看，当他从法律层面明白了真相的时候，他很惊讶，说：“一直觉得 S 让自己抬不起头来。” 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没有违法。于是他拿着控告书给全家老少，包括儿子、女儿、女婿、侄子等挨个看了一遍。之前对请的律师还有些爱答不理，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之后，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开始主动联系律师，为律师提前订好酒店，亲自开车接送。 并请律师吃饭等等。一次，律师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一问才知是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，律师不禁拍手称赞。最后开庭的时候，原本计划旁听的只有两三个家属，最后明白了真相的家属去了近二十人。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 G，曾被非法判刑十多年。 十多年的冤狱让他妻离子散，同修找到他的哥哥，他哥哥表示弟弟的事情他们家人都不会参与的，就这样事情被卡住了。师傅在转法轮中讲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考虑到他哥哥的心结还是在于对法律的不了解，而且他哥哥已六十多岁了。 已无力承担费用，于是再去见他时，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告诉他聘请律师是合法的，并不会给自己招惹到什么麻烦。然后又告诉他，我们可以处理好聘请律师之后的事情，同时也可以承担这个费用。最后，他哥哥同意签字聘请律师，并感动的哭了。我想起师傅在《津津要旨·清醒》中讲的。 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再后来，他哥哥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都变得很配合了。改变最大的是同修 L 的弟弟，他曾经协助过国宝警察到洗脑班劝说过他姐姐 L，所以国宝对他比较放心。 只是 L 被绑架时，国宝警察抄家并抢走了他的银行卡，卡里的几十万块钱是公款，所以他们公司那边也几次来人，希望家属能给帮忙要回。但是他弟弟苦苦要了十个月之后，依然没有结果。后来有同修告诉他可以依法控告，就在他电话咨询律师的第二天，国宝打电话。 通知让他去领银行卡，原来是他的手机被监听了。国宝警察知道他要控告，便主动归还了银行卡，这也让他有了继续控告的信心。刚开始他让我们帮忙写控告书的时候，不允许里面放任何大法的真相内容。后来随着对大法真相的了解，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。 觉得真相应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，所以就让我们多放一些真相内容在里面。之后，他带着控告书，一次次的去找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部门进行控告，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的违法性。开始时，因为法律知识知道的少，所以老是碰壁，也经常被警察训斥。后来，随着看反迫害法律手册。 法律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，渐渐的，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。有时遇到故意刁难、蛮横的执法人员，就会被他控告到上级部门。下次再去时，他们的态度就客气的多了。让很多执法人员感到很困惑的是，这个以前一直让他们很放心的人。 怎么现在却成了控告他们最积极的一个人了？所以很多执法人员问他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怎么变了呢？你什么时候改变的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同修 W 被绑架后，他的儿子对母亲也是不能理解，甚至一度扬言希望让他妈妈在监狱里多待几年，以便让他妈妈放弃信仰。 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，我们便把控告书及法律条文让他的亲戚捎给了他。后来再见面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看完控告书的第一感觉是很震惊。然后他就拿着这些资料找到了他在法院里的亲戚，并问他亲戚对法轮功的看法。他亲戚看过之后，告诉他：“你妈妈练的确实不是邪教。” 之后，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并开始为他妈妈联系律师。遗憾的是，当律师来的时候，法院已经开完庭了。后来得知，也是四位同修之中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一个。为此，我们也感到非常惋惜。而且遗憾的是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让律师直接代理同修的上诉。 这样的话，或许也会挽回很多的损失吧。师父在《京津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讲：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，碰到的很多困难和阻碍，反过来看，其实也正是世人明白真相的机会。 而且随着家属及世人明白真相后，很多比较艰难的路也就更容易走得通了。真正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，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、走正了，关着的门就得开，路就会扩宽。无论哪个项目，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。 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、重视不够造成的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们有很多同修在法律这方面也是吃了不少的亏。师傅在《京金要旨为谁而修》中讲过了相生相克的法理，那么法律也是这样。恶人在利用法律迫害我们的同时，反过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制约。 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法律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，比如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，如超期羁押、非法逮捕、非法拘留、非法搜查等等。因为不能指出警察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否定，所以也就没有更好的做到师傅在金金《京津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告诉我们的。 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又因为很多执法人员不懂法律，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纵容了警察对我们的不讲法律。所以在很多警察看来，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是好欺负的，因为不仅可以不讲法律，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。其实，往往邪恶。 也是在钻这个空子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没有权利认定宗教信仰本身的正与邪。那么，对于公安部二零零零年颁布的《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公通字三十九号）宣布的十四种邪教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呢？同修们说法不一。我个人观点认为。 如果能用执法者执行的法律再去论证他们的违法性，就更能显示出他们的自相矛盾，也就更容易让世人看到这场迫害的荒唐性。如果能对讲清真相起到作用，那么是否我们也可以选择为我们所善用呢？正如同修举的例子，律师到公安分局去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，警察态度恶劣。 并污蔑大法，律师说：“你部门再大，也大不过公安部。公安部公通字三十九号文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。”律师的陈述打掉了警察的嚣张气焰，警察的态度立即转变了，从中体会到适当的运用法律在反迫害、讲真相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。 也可以打开世人与执法人员的一些心结，希望我们同修都能重视对法律的运用，使法律正的一面成为我们讲真相的法器，以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一点认识不足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《三言两语也谈服从命令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五日。在讲清真相中，经常会遇到公检法司的相关人员说：“我是服从命令，没有办法。”这种时候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比喻：一个人贩毒被抓住后，他说：“我是服从老大的命令。” 那么，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呢？现在人信神的底线很低，你给他讲因果报应，他很可能听不进去，特别是涉及到天堂、地狱之类的东西，更是如此。这样讲就比较直接，谁都能理解。之后再从法律上讲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，让他知道自己在犯法，再引用一些中共卸磨杀驴的例子，效果就会比较好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一次去帕辛的经历》，作者一名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。我是一个大学生，修大法有两三年了，但是怕心迟迟不去。月初的一个晚上，临睡觉的时候，躺在床上，刚闭上眼睛，突然看到了许多可怕的面孔。 顿时感到后背发凉，四肢无力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包绕。于是我坐起来开始发正念，但是这种强烈的恐惧感让我无法静下心来，感到自己仿佛与世隔绝了一样，周遭只剩下了邪魔和恐惧，甚至连起来上厕所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心里求师傅帮助，这时。 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脑子里。师傅讲，师傅明知道会出什么事，也得这么做。结果魔来吓唬他，化成美女引诱他，什么样的事都有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傅在利用这次机会去除弟子的怕心。但是这种恐惧感还是让我无法静下来。 于是我开始不断的在心里默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渐渐的感到自己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了，但还是感到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在周围令我不安。于是我便打开师傅的讲法，随即便在《法轮功》第二章《法轮功》中看到这样一段法，师傅讲。 人的思维是一种信息，是一种能量，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。人在想问题、思维的时候，大脑里产生一种频率。有时念咒语很有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宇宙也有它的振动频率。当你所念的咒语和宇宙的频率发生共振时，就可以产生效应。 当然，必须是良性的信息才可能起作用，因为宇宙中是不允许邪的东西存在。顿时，我明白了，既然师父说，宇宙中是不允许邪的东西存在，那么干扰我的这些邪灵、烂鬼也不应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。于是我继续念着九字真言，渐渐的。 心中升起了敢于正视这些烂鬼的正念，感到后背及四肢一阵阵的疼痛，慢慢的感到自己周围空间场中的烂鬼消失了。当晚我便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和一个同学在逛商场，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，要下一个很高的楼梯，我害怕的扶着他一步一步的下，我问他不害怕吗？他却说：“我连死都不怕。” 还怕这个吗？这时我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便松开了扶着他的手，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念着九字真言，蹦蹦跳跳的下楼了。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有所帮助。最后用师父《红银中的“荣法”与大家共勉：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 共同精进，前程光明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现阶段对情色欲观念及自我的认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。 最近通过反复听明慧文章交流汇编《修心断欲和向内找》，我对情欲观念及自我有一些认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思想中老是翻腾出情色、怨等不好的东西，龌龊而肮脏，但是抑制不住，也排不掉，主意识也管不住自己，总是随着不好的东西胡思乱想。 学法练功都造成严重干扰，修炼状态很低迷。前几天有个同修也提到了他有情色执着的问题，我才警觉起来，下决心要好好正视情色欲这个问题。我从明慧网下载了《修心断欲》文章交流汇编，反复听，感觉主意识慢慢清醒了，正念也逐渐在升起。 在听同修们心得体会的过程中，也促使我不断的向内找。我认识到情和欲都是三界内的物质，而我之前割舍不掉，觉得它好，是因为我没有分清他们不是我，把它当成了自己，同时也没有清醒认识到情色之心不去，给修炼人带来的严重后果。当然还有旧势力的迫害，所以一直被他们不断的干扰。 就在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情色之心的根本的时候，一天吃早餐，左眼前突然“自我”两个字跳了出来，而且那个“我”被放得特别大。我一头雾水，觉得情色之心和自我能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想明白，但我知道师傅是点化我要继续向内找这个问题，我还没悟透。下午我继续听交流汇编。 就在我听完一位女同修的体会后，我突然悟到，我情欲之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执着自我的根本执着，只是之前他藏得太深，没有意识到。我是青年弟子，虽然选择不结婚，但是内心还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潜意识里总是隐藏着对两情相悦、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渴望。 总是幻想着能找到一个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人。表面上我虽然没结婚，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看透和放下对情的执着。再加上对自己修炼的放松，逐渐就迷失了。白天在工作中没事就和周围的常人一样玩手机、看视频、看小说和电视剧。晚上虽然回家学法，也只是走个形式。 根本看不进去，有时甚至连法也不学了，就玩手机，完全把自己混同常人。我现在回忆自己看的东西，无一例外都和情爱相关，这是我对情的执着。但它的背后有一个隐藏极深的自我，我找到这个自我，渴望被宠爱、被关注、被在意、被保护、被需要等，这个东西。 他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只要自己认为的舒服。他隐藏在情的背后，利用着我对情的执着，在追求着向往的那种爱情的过程中被满足着。因为我选择单身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个自我和情不能被满足，所以在我不精进、主意识不强时，就被他们控制着，却在网络中。 找能在精神中得到满足的影视作品和小说等，我不断的看这些描写所谓的忠贞爱情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时，就不断的在给这个自我和情输送能量，不断的滋养着他们，加强着他们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自我呢？世上的人希望被关注和疼爱，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，而我找自己。 除了这个正常的心理需求之外，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父亲早逝。即便他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也很疏淡。我好像没有体验过多少父亲的疼爱，对父爱的渴望是一个隐藏很深的、没有被察觉的执着。所以长大后，我把这份渴望不自觉地转移到对爱情的憧憬中，希望在爱情中能获得那份。 来自异性的无私的保护和疼爱，在认真看师父讲法和反复的听交流汇编修心断欲的过程中，我认识到现在的人对情、爱、欲及性的认识，都是旧势力变异后强加给人的，不是正常的人类对婚姻及两性关系应有的认识，旧、就、势、是、力加强和放大了现代人。 对情欲等的执着与追求，甚至让人达到神魂颠倒的地步。他们通过媒体、影视作品、文章、书籍、网络等一切社会资源，向人灌输这种败坏的观念，变异人类，从而达到毁灭大法弟子和人类的目的。现在的影视作品中都充斥着大量的现代变异观念，而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。 就是在被这些变异观念污染着、变异着，同时那个自我和对情的执着也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被放大、满足和滋养着。师傅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：“一种观念形成后，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。”师傅在《转法轮》。 卷二中还说，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，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，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。师傅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又说，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，因为这就是修炼。师傅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开示。 人在世间上，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。我过去说人很可怜，人在这个世间上，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。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，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，在追求感受，仅此而已。 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，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：给你甜的，你知道甜；给你苦的，你知道苦；给你辣的，你知道辣；给你来个痛苦，你知道难受；给你来个幸福，你知道高兴。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走向圆满》说：“那么，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然而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，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？所以，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。” 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。以前我总是不自觉的想，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我渴望那样的爱情，我希望这个人能如何如何爱我，我想怎样怎样等。现在我意识到，这些都是对情和自我的执着，而这样的那样的就是后天观念，他们都不是真我。 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那个对自我的执着，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和人的一思一念中。我所谓的那些美好向往与渴望，都不过是在这些东西带动下，在追求着一种人生的感受，只是虚无缥缈的感受，仅此而已。明白了法理，我才觉得人真的很可怜。可是我更觉得，作为一个修炼人。 要是不真修，分不清真我在哪儿，而被这些假我控制，那就更可怜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认识到，修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真我，分清后天观念和自己，不被后天意识观念干扰带动。每当不好的思想、业力和观念出现的时候，向内好好找找、挖挖根，问问自己。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好的东西出现？是不是有什么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执着没发现？同时分清它不是真我，排斥它，抵制它，清除它，不断的加强我们的主意识的过程中，就是主动修炼的过程。有时这个情色和自我的执着会反复出现，就像师傅说的，像树的年轮一样分层往出推。 每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抓住它、修去它的最好时机。一些时候，当情的执着和思想业力来干扰时，我会想：我是大法弟子，这些都不是我所求的，他们都不是我，我不要。有时这些东西瞬间就没了。偶尔我也会想，我们的真我本性。 是不会对男女夫妻有任何概念和执着的，而现今我们的肉身也不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，何必对一件衣服的好坏和美丑过多执着呢？当能进入到清净无为的状态时，我能感觉到情、色、欲这些东西在另外空间里都是物质，尤其是我感到的情的密度非常大。有时我不动念的时候。 觉得他真的不是我，对我也不起作用。但是，当我对一件事情稍一动念，马上就会被他左右。我现有层次悟道，我们还不能达到完全去到情，至所有的情，因为那是神的状态。我们可以用正念对待，尽量让情不起作用。而欲和色是人的肉身所带的物质因素，是修炼人必须去除的。 当然，在情欲色的背后，还有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与迫害。他们安排了大法弟子的生生世世，细密入微。这些执着的背后，都有他们强加的安排和放大的因素，还有色魔等肮脏低下的败坏生命的干扰。这些都是不能被宇宙正法所承认的。同样，我们也不能承认，必须彻底的、坚决的发正念清除。 关于旧势力在情色这方面的安排与迫害，推荐同学们去看《认清色与心背后旧势力的安排》这篇交流文章。个人认为，这位同修在这方面写得比较清晰和全面。最后，想和同修们说，我之所以能找到这些观念与执着，是因为最近加强了学法和有针对性的听同修交流文章。 建议，如有和我一样哪方面干扰比较强的同修，也可以在学好法的基础上，有针对性的听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尽快找到执着，提高上来。以上仅是个人现阶段所悟，如有不当，请指正。 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会交流文章《对真相资料的建议》一文中写道：今年五月写党两会那天，同修去派出所，看到里面有一封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，信上写着“教导员收”，而这个派出所恰恰教导员空缺，所以此信哪个警察也不拿。同修说：“拆开看看。” 所长说：“你拆吧，里面是《纵观天下》《明慧周报》《疫苗与救赎之路》那一期，本地监狱迫害信息，美国制裁迫害者，本地监狱长在名单上。一封红格黑字的写给所长的信，邮信的同修真的很用心，讲真相很有经验，都是事实新闻。同修一一读了标题，简单讲解一番，因为当时在监控器下面。” 所长假装说：“别念了，扔垃圾桶里吧。”所长抢过资料，但是没扔，拿到监控器外面的地方看了起来，还说：“五月十三号是师傅的生日啊。”一会儿又拿到楼上的办公室里看了起来，还告诉大发弟子：“别到外面乱说哦，在派出所里说可以。”这类新闻的资料使人不反感。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学会真修，践行救度众生的使命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二零一六年初春的一天，M 同学来我家，他和我一样都是做资料的。坐下就跟我说，过去我们被迫害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会修，不会向内找。我当时正在做资料，听了他的话，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却不服。我心想，我怎么可能不会修呢？” 从得法，我就全身心的投入，我时刻按照师傅的要求做。从九九年开始，我除了做资料外，还兼做我市的协调工作。仅进京证实法，就在我市及周边地区开了无数次的法会和大小交流会。为了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又在市区及周边建了很多资料店。从打印机、电脑到耗材，都是一步到位送给通修。从做资料到发资料。 从学法、练功，包括发正念等方方面面，我敢说我都做到治最。抄写转法轮，仅二零一三年我就抄了四遍，而且是在不耽误其他正师法项目的情况下。说我不会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被迫害是因为邪恶，它就是邪，绝不是我不会修的问题。几天之后，M 同修又来了，和我讲了与上次同样的话，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。 同样是我能我醉。第三次，M 同修不厌其烦的讲的还是同样的话，几乎一字不差照搬过来。我虽然同样没说什么，但我的思绪中没有了我能我醉。二十多年来，真的没有一个同修能如此这般不厌其烦。我想起过去有一些条同修曾说我：“你就是大姐大，谁敢说你？”想起这些。 我对 M 同修能在我无声的抗拒中依旧坚持，M 同修的忍耐度量，M 同修的微笑与坦然，已经让我肃然起敬。这是我修炼大法之后第一次把心放低。M 同修走后，我走到另一房间，来到师尊的法相面前，对师尊说：“师父，看来弟子是真的不会修，不然同修怎么能三番两次的跟我说同样的话呢？” 望着师父的法相，我的心寂静下来。师尊的目光慈祥中带着威严，我静静的感受着师尊目光的洗涤，自我膨胀的心绪瞬间化去。我一下明白了。我说：“师尊，是您安排 M 同修来帮助我。师尊，您知道我的心，您知道弟子想真修，想做真修弟子，可弟子又不会修。” 是师尊，您为弟子不悟而着急。弟子自始至终都停留在做事上，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精进与否。师尊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会即刻改过。法理上的升华打开了我多年不解的梦。零七年，我被非法抓捕，关在看守所期间，我梦到被抓捕的某某同修被非法判几年，某某同修判几年，其他四人都有年限。 与一年后的判决相符。就我的名字后面是一个窟窿，没有数字。我知道我有漏，但不知漏在哪里。一连几次在梦中，我走出了看守所，层层铁门我都穿墙而过，到了自己家的门外，被一圈板障子隔住了。在板障子面前，我束手无策。这一幕多么清晰！有理智的人一下就会悟到，是强大的自我造成的。 是自我使我失去理智，是自我阻碍了我的悟性。当时我要能悟到，就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进了魔窟。我为自己被迫害，不向内找，不向内修，还拿师尊的法毒药，它就是毒，为自己开脱而感到愧疚。我认识到不修取自我真的危险至极。感激师尊，感谢同修。 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会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收听明会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